三弟吴珊如去年和交往多年的圈外男友王先生结婚，并在今年3月顺利生下一个宝贝儿子小初一，成为新手妈咪已经3个月的她，时常会在社群平台分享妈妈经。最近她在 IG 现实动态分享恋爱时育儿法，她晒出一张帅气老公抱着宝贝儿子，父子两人躺在一起的照片，画面非常温馨，散发满满父爱。另外，父子俩旁边还放了几本童话故事书。三弟发文写下小时候看的书，现在已经可以念给儿子听了。开心直呼自己觉得非常感动啊。他同时逗趣和大家说，这张照片要呈现的是恋爱式育儿法，简短5个字透露出满满的母爱啊。